大家好，我是潘丁。然后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先移开，然后要介绍的是这个。你看它上面这边可以装吃的，然后下面这里可以装喝饮料的东西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很长的吸管，就是拿两个吸管结合在一起就会变这么长。然后呢，这里上面你先装喜欢的东西，然后这里可以打开，要抓着这个，然后这里就里面可以装东西，然后再装上，装饮料，然后装上去之后，看好咯，再把这个吸管这样子插进去，然后你就可以一边喝一边吃一边看电影。但这个是旧版的，把吸管拿起来之后移到旁边，然后换这个，这个是新版的，它是纸的，然后这里有保特瓶，一样它可以这样子插下去。然后我觉得都做得很不错，虽然有时候会插反，但是还是可以啊。它断了，等一下它没有断，它卡在里面了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这样子拔出来之后，取出这只吸管，然后把它修好。这样子你们就可以看到它里面到底是怎么。这里要先把它撬开一下，然后这里就可以这样子，很难的装进去。就是你要想办法凹，但是也不可以凹太多，所以像这样吗？快咯，好了，就这样子，看这样子就完成了。这里有一个小接缝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点个喜欢，并且订阅我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